台湾真是流年不利耶，91级级大地震的伤痛才刚刚抚平，现在又是什么火灾、台风，又有土石流，不晓得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远离这些灾害。宝妹，这些日子我也跟你一样闻灾色变，从震灾、火灾还有水灾，这些灾害我都经历过，现在只要听到又有台风要来的新闻，都有点胆战心惊，不晓得该怎么办才好。对啊，上次最近的那莉台风就造成北台湾重大的灾情，到处淹水还有土石崩塌，到现在我们还在重建家园呢。这些可怕的灾害说来就来，防不胜防，要是我小皮碰上他们，我看也只能听天由命了。小皮、宝妹，你们两个别那么悲观嘛。其实啊，像这几年来台湾的一些天灾地变，有一些啊的确是不可避免的大自然现象哦。不过啊，不管是天灾也好，水灾、火灾这一类的灾害，只要啊我们平时能够有多一点的危机意识，并且啊好好的充实我们的防灾知识，一定可以使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哦。啊？什么？我没听错吧？灾害也能够预防？我看大家还是随机应变，自求多福吧。是啊，宝宝姐姐，灾害来了我们还是逃命要紧，有谁还能够帮助我们能在灾害中求生存呢？当然有咯，台北市消防局啊，为了让民众能够体验灾害并且了解防灾的重要性，于是呢就设置了台湾区第一座的防灾科学教育馆哦。在里面呢，可以借由模拟实际的灾害发生的情况，让民众啊可以实际的去体验操作，并且学习正确的防灾知识呢。既然你们两个的防灾观念啊也有待加强，我就带你们走一趟防灾科学教育馆吧，并且啊训练一下你们对灾害的应变能力。走。台北市立防灾科学教育馆是国内啊第一座以台湾常见的各种灾害为主题的教育馆，它设置的地点呢就位在台北市的内湖区。馆内的主要设施啊规划了有关风雨、火警、地震等灾害及紧急救护等的主题区。最特别的是啊，每个主题区呢都是借着虚拟实境的亲身体验方式，让每位参观的民众都能够从实际的操作中学习正确的防灾观念。小皮宝妹，这里啊就是防灾科学教育馆，待会呢我们就依照解说人员的指示来进行每个灾害状况的实际演练。现在啊我们就先到灭火体验室去亲身体验一下火灾发生初期正确的灭火方式吧。走。宝妹，你看老师正在告诉小朋友灭火器正确的使用方法。哦，原来使用灭火器是有步骤的，你看小朋友学习得很起劲哦。小皮、宝妹，光听老师说啊是不够的哦，接下来我们就要到体验室里面实际的演练操作了。大家各就各位，赶紧站到灭火器前面，灭火行动即将开始。哎呦，小皮糟了，影片里的厨房失火嘞！喂，小朋友们赶快来灭火。哦，宝妹别紧张啦，
荧幕上播放的是模拟火灾初期的影片，而小朋友们呢就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如何正确的使用灭火器来灭火。现在宝宝姐姐我也来现学现卖一下，试试看灭火器的操作吧。有一个很简单的口诀哦，就是拉拉压。拉就是拉开安全插销，而另外一个拉呢就是一手拉住喷嘴导管，一手呢握住把手，最后压就是压下把手对着火焰的底部灭火。耶，灭火成功。没想到灭火器的操作还真有学问，拉拉压就跟我上大号的步骤一样嘛，拉拉压之后就舒展不少。小皮你真恶心哎，人家说的是灭火，你想到的却是上厕所，真是比喻失当，牛头不对马嘴。哎呦，不要计较这么多嘛。你看，利用影片模拟火灾的状况，让小朋友学习利用灭火器灭火，这个方法还真是炫得很。可是小皮，为什么这段影片的火，小朋友怎么灭也灭不掉呢？而且火势啊，还越来越大哎。这个问题啊，我们可能就要请教老师咯。李老师啊，为什么我们已经使用灭火器来灭火了，还是没有办法把火势扑灭呢？这事情是这样子的，因为灭火器呢，它有效的操作时机呢，就是在火势发生的初期，这个时候呢，才可以顺利的将火给扑灭掉。但万一这个火势已经蔓延开来了呢，这时候呢，灭火也可能会达不到它的效果。那这种状况之下呢，我们就要做迅速逃生的准备。是的，那我们使用灭火器有哪些应该要注意的事情呢？是的，灭火器呢，它有三个重点需要注意。第一个呢，就是要注意到它的一个距离；第二呢，要注意顺风；第三个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要灭火的根部啊，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哎，老师，那我们说使用灭火器以外，还可以用哪些方式来灭火呢？是的，如果我们居住的地方呢是有室内消防栓的公寓或大厦的话呢，那我们也可以利用它来灭火。一般来说，当火警发生的时候，消防栓上面的红灯会不停地闪烁，这个时候呢，我们便可以迅速地找到它的位置。只要我们打开箱盖，拿出里面的水袋，然后打开箱子里面的出水阀，这样我们也可以灭火。不过要特别的注意的是，最好是两个人一起操作，一人呢操作出水口，另外一个人操作苗子同时灭火，而苗子呢往顺时针方向转动，就会喷出直线的水柱，这样呢可以来达到直线灭火的目的。在转动之后呢，出水会变成圆形或者是雾状，那主要的动作是用来排烟和降温，因为我们知道火场中有非常浓的烟雾，同时它的温度也非常的高。小朋友要提醒你们哦，灭火啊最重要的就是要掌握时机，如果我们可以迅速的利用一些灭火的工具来扑灭火势的话，那样就可以防止火灾的发生和蔓延，进而保住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咯。哎，李老师啊，我们刚刚已经在灭火体验区里面学习如何正确的使用灭火器来灭火，那接下来我们要体验的是什么呢？是，接下来我们来到的是烟雾体验室。那这个烟雾体验室里面呢，就是模拟一个室内的逃生环境。那利用人工制烟机呢来制造烟雾，那训练参观的民众呢如何在烟雾中依循着指示灯来达到安全逃生的目的。宝妹，我们就先来体验一下这烟雾体验室里的感觉。哎呦，怎么里面到处都是雾蒙蒙的，简直搞不清楚方向哎，分不清楚东西南北。怎么这烟呛得我直咳嗽，连呼吸都有点困难了。糟了，哥哥，我们被困住了，这下子该怎么办啊？宝宝姐姐救命啊！
小朋友，小皮宝妹啊，刚刚做了一个错误的示范，幸好只是一个模拟实境，要是发生在真实的生活里啊，我看他们两个的小命可就要不保咯。是啊，大宝姐姐，你知道吗？其实在火灾发生的时候，有高达80%以上的人员伤亡都是跟烟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的。所以我们如果在初期火灾的状况下都无法有效的扑灭火势，那接下来我们就必须做出迅速的判断，选择正确的逃生避难路线才是保全性命的方法。那老师，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好逃生的准备呢？首先呢，我们可以用手帕或者是拉高衣物来掩住口鼻，那最好把这些掩住口鼻的手帕或衣物弄湿啊，以避免吸入太多的浓烟。是，那我们现在可以试试看。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注意室内的逃生指示方向灯了，照着指示灯的方向放低身子前进，如果浓烟太多，最好是趴低身体以争取吸取空气的机会。前进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摸着墙壁朝着单一的方向来进行，最重要的是我们还是要遵循避难方向指示灯来做疏散，并且要往安全门方向去逃生。同时切记，在火场内最可怕的杀手往往是浓烟、高温和火，只要保持镇定，熟悉逃生的路径，这样呢我们逃生的几率也就高出很多了。没想到只是模拟的烟雾就让我们昏头转向，哎呦，要是真的碰上又毒又黑的浓烟，那不是连我的小命也没了吗？小皮，都怪你啦，说什么体验烟雾，多亏我运气好，找到逃生方向的指示灯，我们才能够找到出口出来。小皮宝妹，你们呐，就是太小看烟雾的可怕了，还好依着老师的指示才能够顺利找出逃生门的出口，所以啊，千万要记得要临危不乱，才能够化险为夷。是，其实发生火警的时候，除了灭火和逃生之外，另外报警也是一项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像在馆内，我们就特别设置了一处综合通报训练区，让小朋友学习利用119紧急专线来报案。在这个训练区里呢，小朋友可以透过电话和影像的实际对答，训练各种灾害发生时正确的一个报案方法。小朋友，如果你打119的紧急专线电话报案的话，千万要记得要说明清楚灾害发生的地点、位置和现场的情况，这样才能够让消防人员对灾害的状况有所掌握，以便迅速救灾。是，爸爸姐姐，那现在我们就到地震体验区来学习地震灾害发生的时候一些必要的防护措施。说到地震啊，那实在是可怕哎，天摇地动的感觉我到现在还是余悸犹存。我还记得2年前的921级级大地震，那时候的地震让台湾的山河变色，还造成许多人员伤亡，尤其是地震断层所经过的地方，造成了许多建筑物倒塌，山林坍方，桥梁断裂，还有到处都是大地破坏隆起的痕迹。直到现在，我们的灾区还在进行重建的工作呢。小皮宝妹，台湾啊，位在环太平洋的地震带上，发生地震的频率啊，本来就比较频繁呐，所以啊，地震所造成的灾害也就在所难免咯。通常啊，地震本身并不会造成直接的伤害，大多数的伤害呢，都是地震所引发的建筑物倒塌和山崩地裂所造成的人员伤亡。所以啊，我们对地震就必须要有多一些认识和多一分准备。现在啊，我们就来透过解说人员的说明，来体验学习在地震发生时的紧急应变方法吧。经过解说老师的说明啊，我才知道原来在地震发生时，我们不仅要懂得选择适当安全的位置来躲避地震所带来的灾害，还得关上一些啊会酿成第二次灾害的电器、瓦斯设施来确保安全哦。大家注意，地震要来了！各就各位，准备验收成果咯。看到大家在地震来临时的慌乱动作，光是要在短时间内判断安全的位置和做好所有的安全措施的确不容易耶。透过地震体验区的实际练习，我才知道在地震发生时啊，要切记开、
关、躲、逃的几项原则。开呢，就是要记得打开房门，以免地震啊造成变形，打不开，逃不出来。关呢，就是要记得要关上瓦斯开关和电源。躲，就是要躲在坚固的梁柱接点下方。而逃呢，就是要逃到屋外空旷的地方去。还有，千万别忘了，在地震发生时，要利用软垫或避难帽保护头部。另外，逃生带和求生带的事先准备，也是在地震发生时确保逃生急救的必需品。经过了地震体验区的考验之后，我想啊，如果要让地震的灾害能够降到最低，最好的方法就是做好地震前的预防跟地震时的应变措施，这样啊才能够保障好自身的安全。诶，对了，老师，我们刚刚已经体验过火灾跟地震灾害，那接下来应该就是风雨灾害了吧？没错，大宝姐姐，接下来我们就要去风雨灾害体验区，去实际体验一下台风来临时候的防台准备。这屋子里面又没有下雨，怎么大家都穿起雨衣雨鞋啊？连宝宝姐姐也都穿上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小皮宝妹，我这身穿着打扮呢，就是为了要体验一下风雨体验区里面模拟台风来时风雨的情形，等我体验完以后再来告诉你们我的感受吧。没想到台风的风雨那么强劲，强风夹杂的雨水打得我啊几乎张不开眼，还有强大的风势让我还得抓住栏杆才能站稳呢。风雨交加的情形让我简直没有办法看清楚身边的东西。气象报告，气象报告，气象局已经发布小皮台风的路上警报，请大家做好防台准备，防范台风带来的强风豪雨。小皮台风？什么？又有台风要来了？小皮，我们赶快做好防台准备，把食物、水跟手电筒都准备好。宝妹，拜托你听清楚好不好？别听到台风就穷紧张。小皮台风是我瞎掰来吓你的。小皮，你真讨厌哎，吓得我以为又有台风要来了。小皮，你就别吓宝妹了吧，刚刚啊我已经领教了台风风雨的威力，现在啊如果听到台风又要来，一定要提醒大家要提高警觉，提早做好防台的准备。因为台湾啊就位在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又是环太平洋的交界处，受到大陆型气候的影响，每年七月到九月的台风季节，甚至啊到十月的秋台，由于受到气流变化的影响，台湾啊往往就成为台风登陆侵袭或过境的地方。特别的是，台风所带来的豪雨造成山洪爆发或是引发土石流等的洪水灾害，使得人民的生命啊财产都会受到严重的损失哦。
爸爸姐姐，你说的没错，如果每个人都可以在台风来临前事先做好防台准备，那我们的伤害损失程度就可能会降到最低。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防灾科学教育馆要设置这个风雨体验区的最重要的目的了。其实啊，这个防灾科学教育馆除了设有火灾、地震和风雨灾害的体验区以外，也特别针对紧急救护有紧急救护的训练区哦。在这个训练室里呢，老师啊会透过图像、文字说明和人体的模型操作，来指导参观的民众学习各种的紧急救护和处置方法哦。另外在馆内呢也设置有电脑和多媒体的互动区，小朋友可以透过问答的游戏方式深入浅出，对一些紧急事件和灾害问题提供解决的方法。最炫的还是多媒体电话教室里令人震撼的灾害影片，把各种真实灾害的现场啊重现在我们的眼前，提醒大家对于防灾的警觉性绝对啊要保持着事先的预防还有充分的准备。今天在防灾科学教育馆里真是收获多多，从灭火、烟雾、地震再到风雨体验，这些原是可怕的灾害竟然都成了可以模拟体验的形式。最重要的是我们还能在体验的过程里学习到许多防灾的知识。有备无患，防患未然，只要大家能够多多学习正确的防灾知识，并且呢建立起灾害预防的防灾观念的话，这样一定可以远离灾害的威胁，并且减轻灾害所带来的损失哦。儿童天地，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